刮刮乐预告，刮刮乐预告，刮刮乐预告。主题宠妈季，售价每张新台币200元，预计上市日2010年3月2日。彩券特色，头奖200万元三个，超过16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玩法说明：刮开刮区后，若刮出2个含以上的符号，即得上表中奖方式对应之奖金。公告事项：一、立即型彩券刮刮乐；一、主题宠妈季与加倍旺等二种；二、售价及包装。宠妈季每张新台币200元证，每本100张；加倍旺每张新台币200元证，每本100张。三、发行数量：宠妈季总计510万张，加倍旺总计408万张。四、发行日期：中华民国已下同2010年3月2日星期二。五、下浮日期：2010年9月2日星期四。六、兑奖截止日：2010年12月2日星期四。